雨萍啊，快回去吧！这边一大早坐着，这风多大呀！夏天，夏天，来，把妈妈扶到屋里面去。外面风这么大，哎，快起来，咱们回屋去啊！哎，走。怕只怕那找不到个家。这风吹的呀，头发都吹得乱七八糟的。夏天啊，姥姥去做饭，你在这陪着妈妈，好不好？乖啊。姥姥，哎，我妈怎么了？你妈妈。是因为你爸爸走了，你妈妈太伤心了。夏天啊，你要懂事，多陪陪妈妈，好不好？来，去吧。妈妈，你妈妈。如果生活有困难，可以把夏天交给方云鹤，还可以告诉孩子真相。可以告诉孩子真相？什么真相？难道方叔叔害了我吗？妈都病成这样了，我想在家照顾她。哥，那你不去上学，我也不去了。我跟你一起在家里照顾妈。你干嘛不走啊？那不行啊。为什么不行？我们不去上学，姥姥会骂我们的。那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阿姨，雨萍，雨萍，雨萍，你来我家干什么？快出去！小天，我是你方叔叔，妈妈和姥姥呢？你是我家的祸害，快点出去！夏天，夏天，夏天，出去！夏天，怎么了你？夏天，你干什么呢？怎么这么对方叔叔呢？啊，没有礼貌！我不喜欢他，他是我妈的祸害。胡说！你妈妈都病了，
你还这么不懂事儿，给我回屋去。阿姨，这孩子这是怎么了？自从文忠走了以后，这个家呀，整个都乱套了。云鹤呀，啊，这夏天还小，不懂事儿，别生他的气啊。我怎么会跟孩子生气呢？阿姨，玉萍怎么样？不好。怎么了？今天一大早，雨萍就站在那个马路上，说要等文仲下班，嘴里还哼着那个歌，我怎么拽怎么拉，我都拉不回来。阿姨，雨萍在屋里吧？好，我去看看她。哎。阳光，乌鸦梦好光。玉萍现在的情况可确实不太好，看来梁文忠的事儿确实给他很大刺激。现在这种情况，我帮他向大人请个假，这段时间好好休息，先别上班了啊，再观察一段时间。如果还是这样的话，我想我去带玉萍去医院看看了。我想雨萍啊，现在她是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，她还转不过来这个弯儿啊。再等等吧，也许过段时间他就会好的，啊！来，丽丽发筷子，给爸爸一个碗，来给妈妈一双。妈，自己来就行。嗯，回来了。啊。雨萍怎么样了？恍恍惚惚的，精神状态不好。那你说他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？他本来工资就不高，还要养两个孩子，一个老母亲，一家四口人，现在又要打针吃药，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？哎呀，咱以后都帮帮他吧，
这孤儿寡母的，啊，吃饭。嗯。老朱，你们聊斋有没有治这方面病的偏方啊？那我也得回去看一下。实在不行，我帮他找个老中医。行，我陪你去啊。先吃饭。好呀，都好风光，小小船儿唱过来，大姨不要啊摇，为了那心上人，记不记得走，我只怕睡不着。怎么下班那么晚呀？雨萍，雨萍，我在这儿呢，文忠。呀，你咋这样就回来了？不在单位洗干净再回来呢？儿子呢？啊，我听说儿子发烧了。没事儿，烧已经退了，放心吧。啊，睡了。啊，我去看一眼。哎，你这浑身都是土，你等会儿啊，我去给你打水，给你洗干净，你才能进屋。玉萍，这么晚了。你在那干嘛呢？看你脸黑的，你为啥不洗洗脸再回来呢？玉萍，这么晚了你干啥呢？咱们进屋吧，好吧？他这个病情有一段时间了，一直没有好转，也请过几个大夫，但是都不见效。您看看您那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？你都说了一路了，大夫自己会看的。啊，这边。阿姨，阿姨，云鹤来了。阿姨，云鹤来了。啊，阿朱。嗯。阿姨，这位是熊大夫，是专门治疗疑难杂症的，我想让他给雨萍看一看。哎呀。太好了，谢谢大夫，谢谢大夫。阿姨，雨萍呢？雨萍在呢，你们先坐啊，我去把她叫来。雨萍，雨萍，这位是熊大夫，是来给你看病的。坐着，雨萍，坐着。来，我先给你好好美。快坐，坐，坐，坐。来，我们看看小手背。好了啊。熊大夫。雨萍，雨萍，今天是礼拜天，你不上班，你休息，啊，在家好好休息啊，阿忠，啊，教我，我再听，来，教你，来，雨萍，来，静。
熊大夫，哎，他这个病怎么样？来来来，大夫，您喝水，喝水呢。他这个病啊，根据我刚才把脉和你介绍的情况，我看他是受了强烈的刺激，得了失心疯。失心疯？嗯。严重吗？挺严重的。这好不好治啊？嗯，不好治。我还没听说失心疯这个病有人能治好，我也只能是试一试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开个药方，你去抓几副药，先试一试。啊，那我去拿钱，拿钱抓药吧。阿姨，您别操心了，这手术安排好了。啊，先备着。给你熬的药，快点喝了啊！喝了以后病就好快了。来，喝点。啊，听话，听话，喝一点，喝一口，好不好？阿姨，我试试。嗯，真香啊！玉萍，还记不记得你最爱喝的鱼汤啊？啊，这是文忠给你熬的鱼汤。文忠？啊，文忠。嗯。去医院，你可别让妈妈，别让妈妈乱跑，听见没？啊，知道了。
夏天儿，嗯，怎么你自己在这儿啊？夏天儿，嗯，妈妈呢？啊，在卧室睡着呢。啊，弟弟呢？弟弟让你秀文阿姨接到他家去了。今天晚上弟弟就住在秀文阿姨家了。这么晚了，作业没写完呢吧？去上去把作业写了啊，去吧。 阿姨，哎，哎，哎，客人来了，阿柱，哎，阿姨，我早上给雨萍弄点中药，阿柱早上做早饭，多做了点，都带过来了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老师让你们给做这做那的，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。你这么客气干嘛呀？这中药啊，你趁热喝，让雨萍赶紧喝了吧。 烫不烫？这回行，还都喝了。阿姨，孩子怎么样？昨晚上呢，环纹烫伤了。烫伤了？啊，烫哪儿了？脚。 脚给烫伤了，我给送到医院去了。啊，杨秘书，秀文给处理了一下，应该没有大问题吧？秀文怕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，就把环文带到他家去了，说是帮我照顾一段时间。阿姨，这样吧，让夏天到我们家住段时间，他跟丽丽又是在一起上学，放学上学也方便接送，你觉得行吗？ 没意见，挺好的，好事儿啊！哎呀，好是好，我就怕夏天这孩子吧，他就老对云鹤有点意见什么的。这阿姨，这孩子嘛，那不要紧的，处处就好了。是，没事的。那行吧，那我去叫他。 小天儿，你来我家干啥？哎呦，这孩子不能这么说话，没礼貌啊！阿姨，没事儿。我来给你送早餐呀，来吃饭。不吃。小天儿，来，姥姥跟你商量点事儿，好不好？哎，过来。你看，妈妈呢，最近病着，姥姥一个人又要照顾夏天，又要照顾妈妈。 姥姥怕一个人照顾不过来，要不然，你去叔叔阿姨那儿住一段时间，好不好？不好。夏天儿，你想不想妈妈的病快点好起来呀？想啊。那到阿姨家住一段时间，妈妈的病啊很快就能好起来了，行不行？ 好吧，那姥姥就当你答应了啊。嗯，那行，行，那个，一会儿你就先把夏天接过去。
我是赶紧上班去了。啊，行，你去吧。跟叔叔再见。跟叔叔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走了啊。哎，谢谢银河啊。别客气。行，阿姨，我看看雨萍，你帮夏天收拾收拾东西，一会儿我带她走。行。行了，我去收拾收拾你的东西啊。跟过来了，这雨萍最近不是总犯迷糊吗？家里老出乱子，秀文又把华文带走了。我一想，这夏天一个人在家，这学习再跟不上，我就把她领回来了。怎么不欢迎我？欢迎，欢迎，欢迎，热烈欢迎！你就在这儿待着啊，愿意待多长时间待多长时间。奶奶天天给你做好吃的，啊，听到没？好好学习啊，好好学习，奶奶天天做好吃的，学不好奶奶也给做。行吧，你先忙啊啊，夏天儿。见你下班了，咋才下班呢？对不起，你找错人了。哎，我还给你带了饭呢。哎，雨儿，关于这个巷道改造的事儿，一定要抓紧实施，千万不要影响你的事。目前我们下一层任务已经交代。给你送的饭，不是我，你认错了。哎呀，我给你送的好吃的，你闻闻香不香？我真不是。雨萍。啊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文忠，你看我给你送的饭，它已经打碎了。小明，先走吧，啊？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呀？这人怎么这样啊？这是你最喜欢的白肉炖粉条，我炖了老半天。我没法吃了，对不起啊。那咱回家再吃。你看你飞的。呀，你就没有干净的一天呀。回家我好好给你洗洗。你眼镜呢？你眼镜呢？是不是掉里边了？快点去找呀！雨萍，啊，今天出门着急，把眼镜忘到家里了。
再着急也不能不戴眼镜。你不戴眼镜，你都看不见我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吧？好了，下班了，咱们回家啊。你看多可惜。没关系，回家再做。山清水秀，太阳高，好呀嘛好风光，叫小船儿乘不拢，它一路摇啊摇。文中好听不？好听。为了那些，我不唱了。等回家，你拉琴，我再给你唱。以后下了班我就回家啊，别再往过去跑了，光去车多危险，容易出事儿，而且过去有规定，不能让家属到矿区门口去等着，这样我会受处分的。你现在身体有病，你就在家静静的养病，我到了下班的时候我就回去了。谁说我有病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哪有病啊？我跟你说，他们都不让我去那儿等你，我偏要去。我就知道我能把你等出来。还有啊，下次下班以后别在那儿磨磨唧唧的，你就赶紧上来，我在那儿等你呢。别让我等你等太长时间了，啊。还有眼镜，别老忘，啥也看不见了，到时候。嗯，文忠。回家呀，好，回家。答应我以后别去了啊。阿姨。急死了，这是跑哪儿去了？这是他们都不让我去接你，我非要去的，我就给你拿钱啊。慢点慢点。哎呀，他是跑哪儿去了？这是阿姨，他到矿上去找文忠，我刚好出警就把他送回来了。银河呀，真的是谢谢你，谢谢你了啊！阿姨，我看玉萍这病怎么好像越来越重了，要不然我再去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医院，哪怕是到省城找一个好一点的医生，再给玉萍做做检查。好好好，林鹤英，说句心里话呢，自从文宗走了以后，要不是你们帮衬着，这个家早就散了。云鹤，阿姨求求你了，你一定要把雨萍的病给治好啊！啊，你看看，夏天儿、怀文这年龄还小，我呢，我岁数又大了，有的时候这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呀。云鹤，谢谢你，真心的谢谢你了啊！阿姨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文忠的事儿就是我们大家的事儿。这孩子在我们这儿，您就放心吧。啊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玉萍的病治好。玉萍现在身边离不了人，您平时一定多看着她点儿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你啊，真心的谢谢你了。哎呀，哟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进来啦，进来啦，进来啦。文忠，你的眼镜呢？啊，雨萍，我的眼镜可能忘了矿区了，我得回去拿一下。
在家等着我好不好？嗯。快回去吧，啊。那你取完眼睛就赶紧回来。好。嗯。哎，慢点啊，慢点。走了啊。夏天，好好陪妹妹玩啊。夏天哥，你是在我家常住吗？不是，住几天就走。你别走了，就在我家住吧，这样我就有人玩了。我又不是陪你玩。那，你辅导我功课呗。我没这个义务。那我和你一起玩。你别来烦我。夏天哥，你今天怎么这样？丽丽，先回屋写作业去，一会儿爸爸检查啊。真坏。哎，叔叔闻一下好不好？哎，小梁，你是当哥哥的，干嘛对妹妹那么凶啊？她又不是我妹妹。哎，那邻居芳芳、小强。丽丽，你们都平时不是哥哥妹妹叫着吗？因为我今天不高兴，看见了你。叔叔哪惹你了？看着叔叔不高兴？因为你撒谎了。我撒什么谎了？你们都因为我小，所以才撒谎。小天，是谁跟你说过什么了？就你们俩这一大一小吵什么呢？我才不稀罕跟他吵！哎，这孩子，这火气怎么这么大呢？你，那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个，这不夏天过来了吗？晚上怎么住啊？妈，您跟丽丽住，我和阿朱住客厅，让夏天住我卧室。我才不住卧室，我要住客厅。行，那我跟你住客厅。我一个人住就行了。看见没？跟你小时候一样不？倔。我去劝劝吧。你说你这孩子，逞强还要自己住客厅，你能住得习惯呢？反正我不跟他睡。行，不跟他睡，你一个人睡。好好睡啊，别乱想。没有人撒谎，也没有人骗你。以后啊，大人的事咱少跟着吵啊，听话。这孩子，你说，好好睡啊，睡好了长高个儿。倔得跟头牛一样的，让他睡卧室，他非要睡客厅，怎么说都不听。怎么办啊？你说？哎呀，这不孩子还小呢吗？不懂事儿，先顺着他。我觉得这事儿你做的就特别好。你看，你主动把夏天接过来，这不也是为了雨萍吗？对不对？这雨萍现在这种状况，连自己都照顾不了，怎么照顾孩子呀？咱们也是为了雨萍省省心嘛。是啊，费了这么大的心思，给他讲那么多道理，就是听不进去。他这不也是心里不舒服吗？这文忠刚走，妈妈又变成这样，你别说孩子，你成年人也受不了啊。这夏天是我给领到咱们家的，我们是不是也是为了帮帮雨萍吗？可你说这孩子这么发展下去怎么办啊？
您睡呢？啊，来，啊，不错。哎呀，不错了。差点睡了。睡下了。看得出来，这孩子心里头不痛快。妈，我跟这孩子说了，我说让他睡卧室，我俩睡客厅，可怎么劝都不行，就是不听，怎么办啊？咱都把孩子接过来了，就顺着他，让他满意呗。他愿意说啥就说啥，愿意做啥就做啥呗。可也不能总这样惯着他吧。先按今天这样办，明天再有啥变化，咱再说啊。说啥呀？有啥说的呀？一顺百顺，一了百了。啥叫一了百了？哎，你们自己想吧。如果还能。不说了，睡觉。妈说那个，什么叫自己想啊？